小偷，你不能冷静些。教练，我们会等古鲁斯来。没有小龙，学员们根本不认布莱尔和杰西。就算我给他们当教练，学员也不认。直到小龙一受伤，许多学员都退学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小龙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。越是在这种时候，我们越是要把武馆的工作进行下去。你是小龙最好的学生，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帮小龙度过这个难关。武馆一定要记住他，小龙，武馆的事儿你们再照顾一下啊。说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再也不要出去。